早上6:30，已经半个多月没见到我老婆了，这应该是我们在一起之后分开最久的一次。儿子，我跟你说，爸爸先找妈妈了，你在家听爷爷的、奶奶的、小姨奶的话，能不能做到？你能不能笑一下？哎，这差不多。你好，飞大连转杭州。在这次分开之前啊，我原以为我最想的会是我闺女，没想到啊，分开之后我最想的还是她妈妈。落地杭州了，我媳妇儿飞机呢比我早半个多小时到，那我猜呢，她现在一定在出口等我。这不快年跟前了吗？酱哥也回来了，我们来杭州公司啊，给小伙伴们一个惊喜，家伙事都准备好了，你挑一个。一会儿咱俩一进去，我就喊大姐，你就开始拿东西，听见吧？咱俩咋进去啊？我录到人脸识别里边了。你是不是傻？咋了？那不得摘了再识别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又关上了。大姐。吓人！你俩多大孩子了啊？都两个孩子爹妈了，这五早五六呢，搁我这 cosplay 呢？这是上班的地方，不是给你们 play 来了，我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呢。你是奔奔爸还是爸爸奔的？你是舒克还是贝塔？干活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